对手也守得稍微浅一点。球速投手领先，这球打成了三游箭，游击手硬是拦截下来，跑者跑过头了，这时候只好往本垒冲，这下子用撞的，但是球并没有撞出来，比赛结束。哇，游击手王胜伟最后的反应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，能够把这个球拦截，同时让跑者没有办法再回到三垒，加上最后黄君生呢面对郑达宏这一台小货车的一个冲撞，但是呢这个冲撞是不得不以不得不然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最后飞身把这个球拦截下来，传一垒恐怕来不及，这时候黄世豪要球传过去，跑者已经是绕过了三垒，没有办法再回头的情形之下，最后只好来一个硬碰硬，这个硬碰硬是不得不然的一个状况，但是最后黄君生能够护图有功的情形之下，也结束了这一场非常戏剧性的比赛，中场兄弟相对一分赢得了胜利。王胜伟的关键的守备使球队赢下这场比赛。